Is he here? My one. That is why my way. You are my way. I lost my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隔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给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卡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说好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自情。喂，小姐，你做咩啊？呢啲嘢未俾錢嘅喎。唔好意思啊，小姐，呢個係我妹嚟嘅，佢啲嘢陣間我會幫佢俾噶啦。呀，我遲啲會嚟接佢噶啦，我今日有啲嘢做啊。好啦，唔該曬，拜拜。我叫小日，去個烏野有面，咬了兩隻狗，好害怕跑出來，他們都沒飯吃。哇，你離家出走噶？而
给 Rosa 赶出来了。Rosa 昨天跟他吵架，没办法，谁叫我寄人篱下。喂，你啊，冇钱都唔好行出嚟偷嘢食啊！你呢度冇朋友嘅咩？肚子饿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先吃饱再说。One coffee, please. 咁你冇啲咩特別即係想做嘅嘢嘅咩？為什麼每個人都這樣講啊 ？Rosa 也常常這樣講，說什麼我浪費時間，說什麼這樣下去遲早都沒人看得起我，連他都看不起我。昨天跟他吵架，被他趕出來。其實他平常很疼我的，就是總喜歡囉囉嗦嗦，愛管人。你就不同了，你好温柔。将你当咗我学生添，那你告诉我一个秘密，当打我啦。打我？呢三十年嚟一路都喺学校咯，由中学读到大学，跟住教书，一间学校转到第二间学校，咁咯。唔服算？以前成日去澳门探一个朋友，佢系我最好嘅朋友嚟嘅。23岁就出咗家，有时候你一定觉得很辛苦，讲出来，其实没有人会怪你的。Ethylene is talking about those clouds, those sulfur dioxide, or nitrogen dioxide, or hydrocarbon, or ozone. This kind of stuff mixed with those water droplets in the cloud.And then make kind of web decomposition. Web decomposition and then break all down to the forest and the river to make a kind of like a solution. And what kind of damage will it cause? You see, this is the damage caused by acid rain, which is the, it will damage the plant crops and trees.
想哭就来找我吧，请我吃饭就可以了，想哭多大声都可以。唔該曬啦，喂，誒，我一陣間咧 ，presentation 揾公司喺附近，我自己去得噶啦，唔好等我啦，嗯，拜拜。拜。嗱，呢個就 McCarthy-Cos rule 咧，根據呢條嘅定律咧，左邊嗰個先至係 major product。但係如果我哋用 hydrogen bromide， 我哋又睇唔到乜嘢特別嘅 observation。咁跟住落嚟，我哋呢個實驗咧，你怎麼找到我的？好想現在就找到你啦，就是你校友不多。你誰來啊？唔係街燈，冇感覺喎。酸嘅喎。我回 Rosa 那儿了，本来想还钱给你，后来决定煮大餐给你吃。星期六好吗？你可以带婷婷一起来啊。对了，你不是问我想做些什么吗？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有两件，找一个女孩子和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这都是没有必要拿出来跟别人说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到。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你，如果想知道内容的话，星期六就一定要来了。